家没有任何的长打，非常有效率的把三分拿进来。球数本来领先的，接下来这几个球都比较高啊，而且脱离好球在蛮远的。滚地球在二垒方向，新元旭弹跳没有接好，出现了手背失误，这是他生涯在二垒的位置出现第三个失误啊。接到是有机会来抓双杀的，还是点了，而且点的位置还不错。岳少华只有一个位置可以传，但是传高了，变成了所有人都安全上垒。因为林金凯奋力的向前冲，给予了守备方极大的压力。这一棒直接带到了中右外方向，落地形成安打。三垒上的林安可要回来得分，二垒上的黄永淳也要回来得分，一垒上的林靖凯来到了三垒。小黑邱志成在满垒的情况敲出关键安打，让狮队比数改写为5-0，销魂啊！不过这一分还是挡不下来啊，曾杰宪太会打了，邱志成打安打，他也跟上。带回了今年个人第41分的打点，比数6-0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央央。看完影片呢，记得要点一个爱心。如果还没有订阅的朋友呢，记得帮我点下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，这样子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支最新的影片喽。